不自己做的吗？还好意思说人家不要你了，要我都不敢跟人说。他说他要去找元真，还说要跟我离婚。他不要我。行了，别哭了，我这会儿就过去啊。好，拜拜。姐，嗯，你说我哥他，就是不让我开，你说这怎么办呀？这不能怪他，毕竟开车不是其他行业，而且国家有规定嘛。才不是呢，他呀，他是怕我万一有个闪失，再砸了他公司的招牌。哎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啊！你不能因为他公事公办，就把他对你的爱护当成是他自私啊。反正你们两个人是一伙的，天天呀一大堆道理等着我呢，我说不过你们。怎么我们俩是一伙的？这样吧，你先帮我开车，先试一试，等熟练了再秀给他看。真的呀，姐？嗯。你得说话算数啊。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？反正我平时也没什么急事，就慢慢开，然后呢先熟悉一下路况。太好了。嗯，谢谢姐。你别骂我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我活该。行了，你怎么办呢？你哭有用吗？你赶紧给人打个电话认个错不得了吗？我打过了，他电话关机，也不在公司。你快帮我想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挨个酒店打吧。喂，是东方大酒店吗？请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位客人叫蔡永豪啊？怎么着？看这意思是找工作了。兑现吧，双份工资。嘿，哪家公司聘用你的呀？哎哎，看清楚了 ，BMW。哎哎，接电话。喂。喂，请问是冷经理吗？元真吧。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王浩先生被我聘用为专用司机，你没意见吧？你们搞什么鬼？别胡闹了。我没胡闹啊。我是以立博画廊经理的身份正式跟你提出人才借用。不是，你我还没说完呢，实习的标准由我来定。元真，王浩，哪儿去你？这个元真，老公，你跟我回去吧。回哪儿去？回家呀。我在这儿挺好的，哪儿也不想去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跟我回家好不好？你一点都没错。要是说错的话，那也是应该是我错了。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在一起。王豆豆，说说看，我们什么地方合呀？性格上、兴趣爱好上、品味上，我们哪一点合适？啊？就像那油和水一样，它怎么搅和也搅和不到一起去。行了，早点回去吧，回去准备一份离婚协议书，这样的话，你也不用认错了。我也不用烦心了，老公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做家务，我好好学做饭，我再也不睡懒觉了，我求求你。
要跟我离婚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不要跟我离婚。行了，你放开我，哪也不去。自己回去吧，啊。想象到我哥当时的表情，肯定都聚到一块儿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逗死我了！哎呦，还薪资标准由你出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哎，我发现啊，你真的是变了，这可不像我们上学时候那原班长哦，越来越像一小女生了啊！哎，活得年轻点不好吗？好，当然好了，你早就该这样，严重支持你，来。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电话。王浩，哎，喂，王浩，我冷山。是，我正跟他说那事儿呢。我跟你说，你小心一点啊，小心你回家了，我哥追着你打。啊，行，你跟元真说吧，啊，嗯。哎，你回来的时候记得给赵叔带点点心。开车小心啊。好，好，拜拜。越来越像你哥了，哼！像我哥有什么不好的？责任心多强啊，总比那蔡永豪强。嗯。哎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惹你不高兴了？哪有啊？现在谁都无所谓啊。哎，要说现在那蔡永豪啊，是不是黄豆豆整的都这样了？哎，你说我要不要去安慰一下他呀？随便你。真的。真的。说明你已经从那段感情的泥潭中走出来了，值得祝贺。谢谢你，这里面呀有你很大的功劳。这么说的话，你得请我吃饭吧？都快结婚了，还惦记着吃啊？那当然了，不许赖啊！刚想换衣服，谁呀？大哥！哎呦，豆豆！大哥！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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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里边坐。谁呀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怎么哭成这样了？啊？这是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怎么了？这是？哎呦，你别哭，你好好说，怎么回事啊？大帅哥。他不要我了，你帮我把他找回来吧，你帮我把他拿回来吧，你帮我找回来。行了，松手，晃散架了啊，坐好了，你别哭，你听我说啊，黄豆豆，这蔡永豪啊，他不是刚毕业的小男生，不会像你一样把感情当过家家一样，像他这种男人，一旦决定了的事儿，就不会再回头了，这个点你明白吧？不是，小山，你不行，帮他劝劝蔡永豪吧。我怎么劝啊？哎，你不知道他啊，他一巴掌把人打走了，有本事你再打回来呀，对吧？再者说了，他们两口子的事儿，我一个外人，我怎么管呢？他们老蔡家的事儿，我是再也管不了了。哎，黄豆豆。差不多行了啊，我这儿有老人有孩子，回头再吵着人家，行吗？哎，等等，你是回去啊？你还住我这儿啊？回去。
对，哎，我送你。就得这么治你。快进去吧，我回去了。谢谢你，大帅哥。别客气。喂，元真啊，是我，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。那明天下午2点，我们在大园空间咖啡馆见。明天见。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已经习惯单身生活了。好，习惯就好。哎，你找我不是有重要的事情吗？哦，对了，我在家里面找到的，上面的受益人是你，你拿着吧。这是你的人寿保险啊，我们俩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你应该把受益人改成黄豆豆啊，我那份已经改了。千子，千万次离婚。元真，咱俩扯平了，我再也不欠你的了，你们慢慢聊吧。哎，豆豆。豆豆，你误会了，豆豆。哎呀，你怎么不追他呀？就得多晾着他，他才能老实。蔡永浩，你这是拿我当枪使啊！云振，知不知怎么回事？坐下来听我解释。我对你跟他玩的爱情游戏不感兴趣。再见。你知道吗？你撕之前问我了吗？我同意你撕了吗？我管你同不同意，我撕照片你管得着吗？你干什么？哎哎，你怎么不赖呢？你怎么？你是黄世仁女儿啊？蛮横不讲理是吧？你骂谁呢你？我骂你呢。你骂人，你骂人！你别动手！你了不起了是吧？你现在你别动手啊！你离婚了，我跟你说。好。喂，你好。啊，我正准备下班呢，有事儿啊。好，我这就到家。嚯！请问您是哪位啊？我是京都晚报的记者，来您这里想了解一下初级人员再就业的问题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接受采访。啊，当然也谢谢您的好意，您请回吧。这对您来说可是一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不是说是个人就能被我采访的。啊，对，是我
不够资格被您采访啊，我这还有事儿呢啊，我下班了，走了，谢谢您啊。嗯，豆豆哥，你怎么在炸去了？这豆豆可真，你可都不闲着，闲着他就不是八零末了。嗯，那也不一定啊。前两天我看新闻，一个50多岁老妇女拿着硫酸，就给她老公脸破了，哎呀，那个惨呐！咦，真恶心！我吃饭的时候别说那么恶心的事儿。哎，对了，公司的生意好不好啊？挺好的，哥几个都憋着劲儿，想把公司弄成行业的龙头呢。太好了啊！这说明啊，你领导有方。哎，兄弟几个给我面子，抬举我。哦，对了，今天还有记者到公司想采访我。好事儿啊！快说后来呢？我给推了。不是，我觉得他也没什么正经采访的，就是想问问初育人员再就业的问题。要我说，你可真是的，你太不了解行情了。就现在那些明星，没绯闻还整点绯闻炒作自己呢，就是想提高一下知名度。你的好，你给人回了，你借着机会提高一下你们公司的知名度，多好啊！就是，老爸，你要真上了报，那你就成名人了。对呀。哎，留那记者名片了吗？没有，他干嘛呀？行了，也不说这事儿了，吃饭吃饭。哪天我好好给你上上课。冷静，你快去看看今天的报纸。哎，这哪是采访，哪是宣传呀？分明是给咱们公司增加负面报道。要不你去找一下那经纪人。找也没有用，人家说的都是实话，况且言辞之间也没有人身攻击。哎，这回真是让人僵了一局。但是，我就算去找，反而让他们拿来炒作，只能静观其变了。哥，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？我看见了。那你还那么冷静？这不正是你说的现在时髦的绯闻炒作吗？这哪是炒作呀，这分明就是诽谤，好不好？行了，你别操我的心了，我没事儿。怎么就没事儿了？我哥哥哎，你想没想过啊？这样的报纸，人家看了谁还敢找你做代驾呀？喝的再多也不敢找你们公司了。哎呦，这年头哪有那么多人看报纸啊？我这两天生意好着呢。行了行了，我还有事儿呢，不跟你说了。哎，嘿，皇上不急太监急，这该死的记者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谢谢你啊，你的话呢，我会请人打包给你送过去的。有新话的时候记得通知我。好的，谢谢谢谢。豆豆，豆豆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蔡永豪家的钥匙，我现在把它还给你，祝你们幸福。哎哎哎，等等等等，你把话说清楚，什么还给我啊？蔡永豪他现在已经不爱我了，
或许我跟他真的不合适。我想明白了，不是我的，我怎么都强求不来。哎呦，我是越听越糊涂了，什么强求不来啊？元真，你知道吗？自从我把他从你身边抢走以后，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。我一闭上眼睛，就全是你对我的好，还有你一个人伤心难受的样子。以前我跟他的感情真的很好，我知道是我不好，是我太任性了，把他彻底伤透了。可是他现在重新回来找你，说明他重新选择了你，他心里应该还有你。我想了很久，这应该是最好的结果。傻豆豆，这是他在吓唬你。别说我不愿意，就算我愿意，他也从来没有要选我呀。吓唬我？啊！从我跟他分开以后，我想了很久，我觉得你比我更适合他。你跟他在一起，他脸上的幸福的样子，是我跟他在一起从来没有见过的。真的吗？这还能是假吗？不过你呀，个性要改一下，不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了，知道吗？谢谢你，元真，我以后一定乖乖的。那就好，这一次还给你，下一次不还了。知道了。喂，啊，元真，找个时间出来聊聊吧，关于黄豆豆的事。那好吧，我就在昨天那个咖啡厅等你，就这样，拜拜。进去吧。姐，要不然我送你去吧。不用了，进去看看你大哥。公司有什么情况，及时给我打电话。行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。坐车慢点开啊。都干嘛呢？怎么没人接电话呀？接了也是退单电话。那你也得接呀。喂。错了，蔡永豪，我一直都很努力要放下过去的一切，也不想介入你跟黄豆豆之间，请你以后不要拿我当处罚黄豆豆的工具好吗？不是，你怎么，你用什么来判定我是惩罚黄豆豆？我们毕竟结婚七年了，朝夕相处，多少对你有些了解吧。我这也是实在没辙了，你说他那性格你不是不知道，不得已而为之吧。你是典型的青春期小男孩的心理。啊？我？青春期小男孩？要不然你觉得你的所作所为很成熟吗？我将来要有男朋友，我绝对不会做出拿前夫来恶心他的事情。永豪，你都多大的人了，不要老把离婚挂在嘴边，感情哪经得起三番五次的折腾，你小心弄巧成拙，豆豆离开你
到时候你可要后悔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说我了。你最近怎么样？还好啊，一个人随心所欲。一个人？不是吧？你不是和那个什么假阔少打得火热吗？人家有名有姓，他叫冷剑。好，冷剑也好，冷什么也罢，总之，你们俩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觉得冷剑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好男人。你这么说，该不是你们俩已经好上了吧？这事就不用你管了。一个人跟一个人合不合适，只有自己知道，不是吗？豆豆，你现在可以过来了。你在干什么？豆豆虽然年轻不懂事，但是他真的很爱你，好自为之吧。元振。以前的事儿都怪我，以后不会发生了，我们还可以做好朋友，对吧？我衷心希望你能找到一个成熟稳重的好丈夫。你还是管好你自己的事吧。不是，张总，咱这活的合同可都签了啊，我给您派的这个代驾员可是最棒的，在部队里都跟首长跟了8年了。哎，您要有什么意见您直说，我们一定尽快改进。喂，喂，大哥，看这情况，咱们必须得去趟报社说说这事儿。去干嘛呀？说什么呀？不管怎么着，咱们得试试啊！公司一天天这么多退单，再这样下去，公司早晚得关门大吉啊！可是咱们……您别可是了，您忍心看着自己一天天辛辛苦苦建立起的公司就这么完了吗？公司完了。您让我们这些出来的兄弟去哪儿？难道您又让我们往老路上走吗？当然不是。我是说，咱碰上这拿笔杆子的，咱恨不能提着菜刀把人手剁了吧？跟人讲理，咱也讲不过人家。反过来，人说咱大闹报社，到那会儿，咱这公司想不关门都不行了。是，大哥，那您说，咱们怎么办？你让我再想想吧。我觉得冷剑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好男人。这样子，知道了，没关系，谢谢啊。这是，丁老板，公司现在的状况，我们哥几个商量了一下，觉得还是辞职来减轻公司的负担。大哥，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是你接纳了我们，给了我们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。可以说，我们在这里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更是一份兄弟情谊。现在公司遇到了困难，我们也不可能袖手旁观。我们这帮穷兄弟为公司为你，能做的只有辞职离开。别的帮不了你们，对不起，大哥，那我们就辞职了。大哥，哥几个听我说一句，如果你们真把我当大哥，就都留下来，陪我挺到最后，没有可是。
关东建不会被眼前这点困难打倒的，更不会抛下兄弟。困难会过去，也许一个月，也许两个月，但不会太久。我现在宣布，接下来的两个月，公司的所有利润，除去房租水电，全部平均分给每一个兄弟。如果两个月以后还是这样的话，那时候你们再走。老马，你带头把那玩意儿撕了。同志你好，请问你找哪位啊？我找一下丁鹤，丁记者，负责社会板块。丁记者，有预约吗？还要预约啊？对，我们这儿规定，没有预约是一律不让进的。不是，我有急事儿。哎，你看我们这来来往往那么多人，人人都有事儿的。能不能通融一下？要不这样吧，你先把身份证我们登记一下，啊，小刘通知一下去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啊，谢谢。您打包了三份面吧。啊，谢谢。嗯。哼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不让你雇佣什么出狱人员。你倒好，一个两个三个你雇上瘾了，这下好了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我觉得你哥也没错。他们需要重新来过的机会吗？他们是需要重新来过，那我哥呢？都快走投无路了，谁管你啊？这你别说了，我已经找着那经纪了。他怎么说？他答应再给我写一篇。真的？太好了！我告诉你，他最好好好的给我写。他要再敢胡说八道，我一定带着一票人杀进他们报社，杀他个片甲不留，血肉模糊的。要不要再来一碗？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啊，我赶快送回去了，要不然面都坨了。行，你赶紧走吧。嗯，路上慢点啊。再见。我就这么胡乱一猜啊，我哥向你表白了。嗯。你不会是直接拒绝他吧？你哥又不是直接表白，我怎么会直接拒绝他呢？说实话哈。上不是这样的，我是觉得如果这样接受他，我觉得对他不公平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听你这话里话外的，你对我哥还挺上心的。其实我觉得，你哥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好男人。元真，你别怪我说话直啊。我就是觉得吧，你是被蔡永豪伤得太深了，现在呢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。今天我看到黄豆豆跟蔡永航和好。
我反倒轻松了，而且很为他们高兴。其实我早就走出来了，只是我后知后觉而已。你能走出来，我当然高兴了。我是真心为你好，我就是怕你再受伤害。我已经拒绝你哥了。那个公司的事儿呢，王浩都跟我说了，啊，你别急，也别慌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啊，会过去的。对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嗯嗯，你也别老跟着着急上火的，好好养你的伤。嗯，你先吃着，我换衣服去。你去吧。本想报道出狱人员回归家庭、回归社会的故事，让他们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关爱，不想却引起误会与议论。在此，记者对出狱人员表示歉意。他是道歉了，但是干嘛用这种标题呢？是啊，大哥，这一上午一个单子都没有，大伙在外边都特别着急，这可怎么办？你们俩出去跟大家说说，别太着急了。剩下来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行，那我们俩先出去了。嗯。要我说呀，就该找个律师告他诽谤，我就不信没人治得了他了。人家报道的都是实情，现在又道了歉，你告人什么呀？再说，文字这种东西最说不清楚了，我们小市民怎么告得赢报社呢？只会雪上加霜。我早说了，不让你收留那些人，现在惹出乱子来了吧？这烂摊子你自己收拾吧，这饭没法吃了。哎，小姑，冷山。冷山，甭理他，让他去走走。老赵，吃菜。这个姓丁的记者，他太过分了。他，我哥跟他有仇吗？啊，他这么整我哥，他姓丁，这姓丁也不能逮谁扎谁啊！气死我了！哎呀，这记者嘛，不就是靠这个吃饭吗？不，他靠这个吃饭，我哥不要吃饭了啊！他靠坑人家吃的饭，他咽得下去吗？没那么严重吧？你说人家记者就靠夸张事实来博取读者的眼球，这样子他们报纸的销量才高吗？我就咽不下这口气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就冷静点行不行？我不管，你给我找律师去，你给我找个满脸都是嘴的律师，我一定要打赢这场官司。这么点事儿，这犯得着动官司吗？你看你怎么犯不着了？哎，吴大伟。我怎么听你这话里话外全在替那姓丁的说话呀？你跟他有关系吗？啊？不，干嘛这样啊？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就是说这个事实而已嘛。你跟他没关系，你就给我找律师去，我要现在立刻马上，行不行？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你，我无理取闹？行，吴大为，你不帮忙我走，反正我到哪儿都不招待见。哎，冷山，你怎么那么暴啊你？有点凉了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。没事。谢谢你陪我出来散步。谢什么？我也想出来走走嘛。我特别喜欢北京的夜晚。为什么呀？白天
大家都神色匆匆的赶路，走在街上吧，就觉得自己特渺小，好像感觉随时都会淹没在人海里一样。也就只有到了晚上，街道也变宽了，也变静了，我才感觉到自己真正属于这个城市。真没想到，你的心思这么细腻。其实细腻每个人都有，只是，也许之前你眼里只有一个人，所以没有感受到这一点。